Tire Plus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我天马工老师推车。你要卖多少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sell？ 啊，日文怎么讲？一股啦。不是一股啦。我看一下，一股啦，这是个啊，问人偌济钱呀？哦，太开，哦，太开，阿姨。啊，怎么讲？日文怎么讲？どれくらい売れるますか？哆来咪，哆来不是小魔女吗？哆来咪，你讲哆来啥啦？哆来可爱，哆来可爱，乌雷鲁马斯卡，乌雷鲁马斯卡，这不行，我觉得我们这应该要做一个主题曲啊，是啊，用起来洛克摇一种的啊。How much do you want to sell?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sell? 洛克摇，你讲迷音呢？你讲，我知。不管点什么连结，都会连到哪里？你知道，统神。端火锅好，哎，今天姑姐也是很难得出现的哦，一年不一定会出现一台的车子。你知道是他们家不？碰达，哎，有看到这个公共洗美的对吧？对啊，啊，出出很大啊，安尼啊，对啊。我说我们知哦，这个叫做 inside， 在里面，啊，在外面啊 ，outside 啊，会不会看这样？哎，姑姐无意无数哎，没有，人家 site 是那个暗示的那个意思啊。好啊 ，inside 什么意思？我怎么知啊？我讲啦 ，inside outside 呢？在，我只知道在里面呢，我有共鬼嘛。当男人的鸡鸡在里面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你都不能信，对吧？對，类似这种感觉，好不好？这还是这个2011年的 Honda Insight 啊，我知 Insight 的超前的硬铁雕就是迄、那个，是咪就是苏巴鲁迄 Insight， 应该做 I 都变 Insight 嘛，对吧？差不多一样的那个字母嘛，哈。它是汽油跟电，它不是写油电哦，它的型号是写汽油跟电，你看汽油电。嗯，有没有？所以代表它的这个系统是不太一样的哦、喔。这个很特别的车子，如果有收到的话，值得拍一集专门的节目来推车介绍一下这一台 Insight， 好不好？啊，先跟大家这个前情提要一下，这台车是从高雄上来，哦，这么远的。我当初哈、喔，我也直接破底了，我就是报200,000来的。那几公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车况哈。那他是说刚好哈、喔，他要上来这个南港展览馆，因为我们公司在展览馆旁边嘛，他刚好要在展览馆参展还是逛展览。我满载，哦，他就顺便开上来了，那就想说，如果可以的话，车就顺便留下来。有没有主控权来了？假设今天一个马子都从高雄坐火车上来找你了，那代表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一定是穿整套的，对不？那为高雄硬起来啊，送上门呢，类似用感觉，好不好？这主控权可能在我们身上，我们待会就仔细的看一下，啊，好好的跟他闲一下，看能不能这个买便宜一点。我先看跑几公里，我记得跑10出头万，哦，啊，这就可以乖哦。这台车里面都是布椅的，好不好？这种布椅啊，我来看一下里程数。这蛮光亮的呢，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亮亮的？这个握的地方哦，这手感拢安尼哦。这滑起来就很安静呢。对，126,000，2011年，11年啊。那一年11,000而已呢，那好像还蛮合理的哦。你看方向盘这里都有点刮伤了，一件就特别哦，一件一进去做悬浮哎，你知道它的这个零跟后面的蓝色是背景是有一个距离的哦，对，然后它那个会变颜色哦，依照你这个开的那个应该是不知道是转速还是节能的状况哦，会有绿色、红色的样子，然后会变色哦，它这个还蛮屌的，是悬浮式的，好啊，仪表我觉得做的还蛮好看的，你看，你我看一些仪表就有设计感，蓝灯。哇，我们先看一下板件了哈。是说能从高雄开上来，代表车况应该是 OK 的，应该是 OK 的。我最喜欢这种从南部开上来的车，代表他对他的车有信心啊。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上来我就是要卖小吃的，对，潜规则 VR 嘛，对啊，就是要给你上，不是、啊。我是说，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啊，如果是卖车的话，就是要卖给你啦，对，对不对？啊，还有一个，我们也比较节省时间嘛，他对他自己车况有信心，上来以后，我们估车也比较节省时间。看一下板件，来，螺丝都没有拆卸痕迹，该有的瓢啊，一张、两张、三张、四张都在，胶也是硬的。来，侧面的叶子板螺丝也都没有转过的痕迹，两颗都没有。这个怎么好像有转过、啊？没有了。这个没有，这个有稍微调整过，但是这边上面的就没有，这颗就没有。但是这也没考过漆啊，你看它这个漆的那个新旧程度跟里面是一样的。甚至跟它大梁这边是一样的，跟大梁是一样的漆面的颜色，所以代表说这有稍微转焦一下而已。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转，这是
无依无属，像想用骗几尊，我干嘛这么不尊贵啊？你看哦，有转过的螺丝从上面看下去啊，这个垫片的周围啊会出现圈圈，你知道吗？跑掉了嘛。对。可是这个没有啊，所以这应该是没有，没有拆。考古学姐，哎，车头 OK 啊，我另外 IMA 有看到不 ？IMA 有无 ？Integrity Motor Assist 什么意思？智能智能怎样？机械辅助是吗？妈的，字卡去查、啊。好，车头没问题。欸、而且你看哦，它这个蛮自然的灰尘，这个引擎整个引擎室里面啊，我最喜欢这种的，淡淡的灰尘就好了。好，也不是那种刻意清洁的，嗯，嘛不是垃圾味咯、油腻咯、老油老卡鬼拢乌嘛嘛。你看它这个几乎下面这都没有油啊，水的部分都很干燥，水箱的部分也都很漂亮。引擎的部分 ，parking 这边，引擎的部分在这边，我弄就是也弄不老油的话，你看引擎那么小一颗，长条形的而已，好不好？这个引擎是我给高分，哎、欸，你啥这里上我来来来来来，哎，喷这垃圾垃圾的啊，嗯，这些是咪防盗为例的喷的啊，防盗为例，喷防盗的，要怎么知道它是用那个啊糯米反应，你知道？哦。是糯米还是上面糯反应？抓个鬼啊！有荧光灯去求也求出来啊！血啦，发生凶杀案，梅纳反应跳。哎，梅纳反应跟那是煎牛排呢。煎牛排。啊，我唔知叫啥物嘢，非得就是迄物件抓抓来用荧光灯去求，就会来看到会抓鬼的，例如哦。哎，这是其实还贴蛮黑的呢。好，看板件哦。好，门 OK。哦，它这个要看中间呢。你看它这个是心形的。心形的不要看外，傻傻看外面的，要看中间的。看中间的。对啊 ，OK。哦，它这个水蓝色的呢哈。哎，你看这有一个通气孔，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通气孔。有可能，油电车好像都有。哦，夏天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很热，坐在这边会不会很热？它连门板都是绒仔布绒阿布。哎，看这个屁股，哦，你来翕一下这侧面线条，我就特别，好不好？嗯，有点。Piris 那种感觉，对，以汉达来说，这个以前就有类似那个叫什么 CRX 四代洗美的那个年代，1990左右的，就有出一台 CRX 就类似这样，后来新的是改 CRZ， 嗯，对 ，CRZ 的系统我记得就跟这个油电系统是一样，以前的 CRX 现在在卖啊，1991左右那个 CRX 啊，一台手牌正牌的可以卖到啊60万。就贵，整理好了，最少可以卖到60万，更贵都有人在卖，真的啦，好不好？所以这个买回去 just wait， 它总是有涨价的一天。啊，好，算了算了，等一下我会被这车友讨厌的，蛮特别的啦，哈，哇，鬼龙 O A， 哇。对啊，普雷做个家务很特别，对不对？欸，你知道那种美国片啊，主角开车出来啊，哦，金凯瑞啊，譬如说海象啊，哦，开车出来啊，如果是开着一台 Prius， 好，哦，或者是开一台这个，你知道他是想塑造什么吗？没什么钱，然后很节俭的人，你要看一出电影，你只要看主角开的车，你就大概这个主角要塑造成什么样的人。好，比如说很小气啊，很节俭啊，一事无成啊。哎，我不是在讲开这个车的人是这样，我是说美国电影里面他们是这样设定的。好，大概是这种感觉。哎，看后面还蛮大的，啊，这也是奥瑞嘛，奥吉戴尔林孔嘛，哎呀，还没有，哦，还蛮平的，有没有？哦，哎呦，有轮胎呢。垫的蛮高的呢，我看它垫那么厚呢，垫两层楼高的，啊，为了要平整，垫了两层楼高，是两层啊，我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是因为电池，哦，啊，它垫了两层楼高呢，哎，你家楼梯大概 B2 啊呢，我冇看过它高的保利龙呢，好，还不错，啊，后尾门我看一下 ，OK 啊，后尾门 OK 啊，没错 ，OK， 好，板件 OK， 好，接下来看一下外观。有没有擦伤？我刚刚是看到后保杆油啊，哎，不过其实这台应该原漆，我跟你讲，我想这种水蓝色，你从侧面，哦，这边这样看过去，嗯，有考过，一定有色差。这一种银蓝色、蓝银色很难考到同色。这一台车，我觉得我这样整个看起来，你看连保险杆，我觉得这一台哦应该是原漆。我看这真的蓝色的蓝哦，科技感，就是被设计哦，跟它就节能的感觉。哎，其实还不错呢，屋顶。对啊，你看这漆的好漂亮哦，厚薄感的，我就是刚刚有看到厚薄感，哇，这么乌，哇，屁股太翘了啦，你看哦，这边比较严重，这边一整条的，胶一整条，对啊，底漆都出来了，直接已经把那个塑胶色都刮出来了，好，其他都没有了，哎，漂亮哎，只有一只保险杆要做而已呢，然后内装我看一下，刚刚看到方向盘丑了点，熟悉的 Honda 钥匙插着的声音，
这就跟你讲，钥匙没拔，发了，安静吧。嗯，哇，它这发起来真的蛮安静的。对啊，好，怠速也蛮稳的。哎，你想想看呢，2011年这个车啊，报200,000来，这车真的也合。阿拉公里单哦，很久。这个应该至少6颗安全气囊。对啊，后面也有 ，A 柱也有。嗯，我看西部有没有，我忘了啊，西部没有啊，属西部没有。2011年，你去买喜美八代，我那修都要二十外万啊嘞，2颗安全气囊而已呢。哇，差就多。但是较帅啊，还有当盖啊，这较少人咧盖啊，啊这较袂燥啊，因为伊这是1339cc 的油电啊，可是它的那个电不是，我记得不是同时输出的。嗯，我不知道，再查一下。那这个系统我真的很少买，我只卖过一台，从以前到现在。对，从以前到现在我只卖过一台，因为我对这个不了解的车我是不太敢卖的。嗯，那一台为什么会卖？因为车主要卖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大电池刚换，我记得65,000的样子，其实蛮短的，蛮短。你说65,000公里，我说65,000块钱。哦，不是65,000块。对啊。哦，你去找妹妹啊，你给 B 三啊，伊想讲啊三次是不是？没有，三分钟。欸，没有，我是说三分钟。他以为你要三 S。单位不要搞错好不好？他花65,000块钱刚换大电池，所以我想说啊，油电车我们最 care 的、最在意的就是大电池，就是大电池啊。既然刚换，我都不如赌赌看，卖卖看。就我就卖过那一台，客人前两个礼拜还要跟我联络。这个他有点嫌太小台，他已经开应该2年哦。他说他想要换 CRV， 用那台来换 CRV。搞不好过一阵子那台又来估了。不是，我跟你讲，估车都这样，你不估则已，我操，一估哦，全部都来，一直来啊，那就跟女孩子遇到我一样啊，不要不要不要啊，不要则已，一要我跟你讲就一直要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车还蛮划算，如果你不计较帅不帅，能不能改，跑得快不快，这车是真的，我那时候开始觉得跟喜美是不能比的。哎，你不觉得这个很个性很鲜明？它就是一个省油节能，然后空间也大，就是让你载人也 OK， 载货也 OK， 所以难怪电影里面才会设定开这个车的人。啊，对不对？方向盘光亮点，排挡头其实也光亮了点，冷气也冷啊。OK， 差不多了呢，这个车不错啊。我等一下去跟问一下车主啊，都高雄请回苏威来啊。我跟你讲，我刚刚讲主导权在我们这边，不要跟他出价，就直接问他哈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sell？ 哆来咪啊啦，啊，哆来库拉乌雷鲁马斯，哆来库拉乌雷鲁马斯卡，好对吧？那底价干懵，不要说套话，好不好？我们这个单刀直入了啦。我跟你讲啊，哎，这一个心态问题嘛，你如果在当地。你没有估过了解一下价钱，你敢贸然的只身北上吗？不太敢。你要先了解一下行情。对啊。你卖看小司卡 YouTube 跟他盖有名盖出名呢，佮拍 MV 哇 ，MV 连接还肯，我故意讲的，点击率不好啊。阿呆每天都躲在棉被里面哭睡不着呢，半夜5点跑出去自助洗车，你知道为什么？他去跑山啊，下雨。不是，因为他当导演，导完之后浏览率不好，所以他睡不着，就只好跑出去自助洗车，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吗？为什么？一定不是主唱的问题嘛。哦，对，人家制作人是在做 K-pop、J-pop 有名的唱片公司做的呢。对啊，唱也无问题，歌也无问题，那就是啊，那是啥问题？难怪睡不着嘛，对不对？好吧，连接放一下，让大家去看一下。哎，你看这玻璃很特别，这一块破掉不知道要多少钱啊？哦，对，上次我们那个割后照镜的，不知道有没有在割这个玻璃。我要问一下啊。哎，其实我跟你讲，窗户玻璃也可以割，你知道吗？我们上次拍那个后照镜，大家说哇，后照镜也可以这样割。我跟你讲，汽车玻璃都可以。你有一些老车真的找不到材料，外面其实也有人在做，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啊，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哎呀，我又要讲了，哎，拍不完了。你看哦，王力宏，王是二声，对，力四声，宏二声，242。罗志祥怎样？242。吴亦凡，242。林俊杰，242。林俊杰，对不对？242。洪瑞宏，洪瑞宏，242。
这是怎样啊？我没有讲哦，我没有讲说刚刚那些人有什么共通点，你们自己去联想，好不好？242是一个这个迷之数字，迷的数字组合，对 对, 對，跟北纬23度线一样，23度线一样，好，好不好？这个大家可以去举一反三，我们的4%女粉注意了，好，你如果遇到你的另一半是242，你要较注意耶，哎，那可能常常有咧开 party 耶，一种啊游泳池啦，哦，啊是安怎？比如讲看小市长姿势哦，我们女粉也要让她长一下姿势啊，242，对，好不好？记住这一组终极密码，终极，好不好？那我现在就直接去单刀直入问客人要卖多少钱，好，我们再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好好好，走。冬季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忘记看轮胎呢，哦，哎，22年的呢，米其林的呢，哦，看后面是不是也一样？一样，四轮全换，他没有骗我呢，他死都不说，怎么办？死都不说。小师，你不是说20万啊？我4个轮子刚换啊，那我的车扣钱啊，什么？哎，要扣哪里？你只剩保险杆，还有方向盘。后保险杆以外，哈，前保险杆有点开开的，我们在硬聊。哇，叫小花跳出来嘛？哎呀，跳出来啊，对不？啊，这边来跳出来，那边一定嘛是类似的状况嘛，哇，这边有开气啊，这边有奶类啊，哇，哦，照进去啊嘛，比如讲嘛，隔热纸贴太黑嘛，好，比如说嘛，啊，树叶太多嘛，那个排挡头跟方向盘太亮嘛，没有皮椅嘛，啊，不是皮椅啊，人家每台都没有，不能这样讲，这样讲会被干掉。好啦，我这个出来哈，先吸滴一下，我说我再去确认一下，好，我还是打算第二次去，我还是不会跟他出价，再继续跟他保干净，好，我再去保干净一下。哎呦哎哎，我的事你不知道的事啊，他说在高雄估18万，哎，你要搞清楚哦，估18万跟报18万还没有看车是两回事哦，估18万的意思是他已经看过车了，跟你说18万我要买，报18万是人家也是空中报价，空中补给 Air Supply Making Love Making Love 空中报就是网路上哦，电话只跟你讲几年跑几公里什么车，对不对？然后用这个电话跟你报，还是用这个网路跟你报？还没看到东西，宅狼博威嘛。其实报价这种东西哦，蛮有玄机的啦。有的人选择报高高的，现场再来杀价；有的人选择报比较确实的价钱。哦，有的人选择报偏低的价钱，那别都买，外都抬，跟消费者出去买东西杀价的心态是一样的，大家都想买便宜啊，可是要合情合理。我刚有跟他了解了，然后他们说报18万啊，报18万总是要扣一点嘛，对不对？可是又念在说，我们刚刚讲那些保杆啊什么啊，没有，隔热纸那个开玩笑的啦，好，前后保杆而已啦，方向盘啊、排挡杆稍微比较亮，这个是确实的。但是人家从高雄来，哦，所以我应该不会跟他出太多，意思出一点就好了，好不好？要不然给人家一趟路来也是要补贴一下车资啊。好，哦，最后呢，我就是跟他讲说178000元，好，哦，我们就一估了啦。一估了。对啊，哇，啊，人家报18万去也是要跟你扣啊。我跟你讲啦，他跟你报抓到机会，他还是跟你扣啊，对不对？對啊，怎么蓝色的？啊，我有跟你讲蓝色的啊，哦，不是啊，我以为你说的蓝是另外一种蓝啊，你说的蓝是什么蓝？我听你的为何蓝？那宅男讲嘛，哎，怎么是这种蓝？哎呀，我以为是这个宝蓝啊，我以为是这个化湖蓝，还是金毒蓝？金毒藍。对啊，那么多蓝，土耳其蓝。哎呦，开了土耳其蓝的146，好不好？哦？MV， 链接要放哦，链接要放啊，是不是？事故已经不用去追究。其实有一个重点啊，为什么我本来跟他报20，那我一直问他自己讲18，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个很大重点，他开了12万多。它的电池还没有换过，我有点担心哦，对不？啊，你若等下我手诶，还是讲我拄未住，保护期内大电瓶挂了，我要掏腰包呢。我讲良心话啦，虽然哦，市面上这一款inside油电的大电池换的比例，不是周汤豪荧幕啊，什么这部比这上一次用过了。啊，上次用过了，哪一集用的？还没播吧？还没播，看谁先上谁赚到。哎，欸，有人说啊，因为这个卖比较少，不是哦，我不是在跟你讲数量的问题，我说那个比例。虽然它卖比较少，但比例上面它修，干什么？你讲比例，我头壳一直浮现黑呢。不要，数量虽然它没卖那么多，哦，看我头脑洗不掉了。
好，但是呢，修的那个几率真的是比较低一点。我在周遭遇到的状况，好，所以应该啦，感觉起来它的耐用度应该是比我们现在市场上比较主流的那些油电车好。哦，我今晚恭维就这里耶。我想说你要讲什么？今晚比利波 X 啊，我大概拢讲比亚利对吧？对哦。今晚比利波 S 要登去准备要登去召回啊，你知道？对啊。我应该唔敢去，可能爱叫泰山还是阿戴林去哦。哦。啊，无我叫用单机做记号啊。开到门口先制造一个假车祸，假车祸下来说，你要回家不？然后就一群黑衣人就围起来就打，干就打了，然后上新闻就车祸纠纷，你奈我何？不要，不希望遇到这种事情。你看新闻那么多的那个车祸纠纷，这种怕黑，你真的觉得都是车祸纠纷吗？我当然不会这么。对吧？所以咱也是较细腻、较注意的。那是你的泰山用。哎呀，你不是去修轮子？那怎么回来鼻青脸肿？我也不知道。不，更加发生纠纷车祸。所以现在这个说话，我们要保守一点。今天跟大家分享2011年的 Honda Insight， 在里面。好，我们最后成交价格这个178000元，里程数126000公里。好，那大电池的部分我们就回来赌一下运气，好不好？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箱，那下次见，拜拜。Inside 的啦 ，Let me inside，No，Let me inside， 让我。阿伯 ，Elsa 不爱歌有啥物歌啊？你讲。我唔知。No, I can't forget this evening. No, you're facing you leaving. No, I guess that's just the way the story goes. 空中补给够空中啥？你知啊？空中监狱啊！空中监狱。空中监狱，是史密斯飞船嘛？不，史密斯飞船是世界末日。是世界末日吧？阿伯，空中监狱的歌是啥？我唔知。How do I? How do I? 女生吗？女生。对对对，什么 ？How do I live？ 哈，嘿，不是，看那还是空中，空中补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And tell me how do I live without you？ 想起来啊，空中爆讲到空中监狱，很好，非常好。反光不挡就是爽 ，AR 抗反射玻璃贴 ，Hold on。